手上这个造型特别的磁铁的图案可是国宝哦。为了让大小朋友更了解四件新登陆的史前文物国宝，史前馆配合儿童节的活动，也办理儿童节当天12岁以下国小学童入馆免费，还有 DIY 的陶土捏塑活动之外，更有闯关的游戏。史前国宝的活动，那我们会搭配像这样的一个学习单呢，让小朋友能够填写，填写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小小的礼物给你们，啊，那我们可能就会送上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磁铁，啊，给完成学习单的小朋友。那题目其实都不会太难，所有的答案都在展场里面都会有。那简单的就是把我们的四件国宝，能够把它从这些图案里面去圈选出来，啊，找到这四件国宝，并且完成几个简单的题目就可以了，非常的简单。那各位也可以从这个学习单里面再去了解一下，我们是不是还有其他更漂亮、更值得去当做一个宝物的一个的史前文物呢？透过这个学习单，你可以在馆内展间找到四件新进登陆的国宝：人兽形玉珏、玉管、菱形玉串饰，还有喇叭形的玉环，都可以让大家欣赏。如果你找到四个国宝，就可以获得四件国宝图像的国宝磁铁，相当具有纪念意义。东台宣布政府林婉珍在台东市的采访报道。